大家好，我是耐人智慧的创办人刘俊成。那非常感谢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的邀请，可以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，跟我们在市场看到的一些东西。这样，契机其实当时是一个意外啦，就是最早其实我是在高通工作，然后当时我的高通有个主管，就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前辈，告诉我说他找到了一笔资金，然后找到一些客户想要出来创业，然后请我帮他去找这个同就是员工这样。然后我打电话给了我一个韩国的以前在三星的同事，我最早在高中之前我在三星工作，然后就后来我的三星的一个同事很开心就把工作辞了，然后飞到美国去。那之所以有这么多公司投资我们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架构的应用非常广，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日本的后装车的这个DMS 跟 ADAS， 就是说我在车上赋予智能的这个地方的市占大概20%这样。那在安防我们有打进这个韩国的最大的厂商，那在全球也大概5-6% 左右的市占率，那也有打进这个 vivo 嘛，就是台达集团这样。那在 IoT 就是智慧门锁，在亚太区的市占率有20%这样。对，银昌宇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可变形的脑袋，最近也有打进这个研华世界最大的工业电脑公司，还有跟广达这个广达云的这个合作这样。那这个可变形的脑袋呢，它总之就是可以让这个伺服器赋予智能，然后在工业制造赋予智能，工业制造就是这个鸿海啊、台达、广达这些，然后在安控赋予智能，在车赋予智能，然后在这个你家的这个小家电里面赋予一些智能这样。其实耐能的 AI 技术是我们为 AI 的这个应用专做了一个客制化的晶片。那这个概念有点像是说，大家有听过 Intel 它是做 CPU， 就逻辑运算的 Logic Computing Purpose 啊，所以Logic 的这个 Computing 就是 C 嘛。那 NVIDIA 这个大家都说 NVIDIA 做 AI， 其实它最早不是做 AI， 它是做图像处理相关的晶片，还有游戏就是 Gaming 跟 Graphic Purpose， 所以才叫 GPU。 那我们是为 AI 专做了一个它的这个晶片，大家可以想象说 CPU、GPU 跟我们的这个 AI 所谓的 NPU 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， 它的概念有点像是车子有很多不一样的车，卡车是拿来做这个运输用的，坦克车是拿来打仗用的，那小客车是在市区转来转去用的，那 AI 晶片呢就是专门在为 AI 用的。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趋势就是最近的 5G 或者是这个 AI。那我觉得其实在 AI 跟 5G 出来之前，市场就一直喊这个 IoT 你可以想象说它比较像是每个设备你赋予它不同的 sensor， 就是人的五感，就是眼睛、鼻子跟这个耳朵跟嘴巴这样，就是说麦克风就比较像是耳朵嘛，那 camera 就比较像是眼睛。可是当你这个 IoT 就是这个设备 well distribute， 就是很多只有 sensor 的这些资料，其实你最后只是变成一堆收集资料的载体，所以你会有一堆 garbage 的这个 data， 所以没有赋予 AI， 其实 IoT 市场是很难起来的。那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端的 AI 或者是小的 AI 晶片，就是可以让这些小设备赋予小的脑袋之后，它确实会对市场做一些比较大的革新。那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驱动力，当然就是所谓的 5G。 其实在美国已经开始推所谓的 6G， Elon Musk 不是发了很多这个卫星吗？那有人说 6G 其实就是从这个上而下，就是用卫星的方式弄。那我觉得不论是 5G 还是 6G，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通讯变得更及时，然后速度更快。那未来我觉得一定是万物物联、万物智联，还有万物及时的这个通讯的一个时代。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的这个驱动，就是大家也知道巴黎协定，美国说要把这个世界大部分的车换成电动车。那除了电动车之外，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车。你看哦，在整个产业的趋势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当时全球最聪明的人跟最好的这个资金，全部都推入这个所谓的 PC 产业。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手机产业，那互联网产业。那可是你看现在就是最大的这几家公司，包含 Apple、包含华为、包含小米，都开始做什么？做电动车，做自动驾驶车。那自动驾驶车，我相信它对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改变一定是更大，因为每天大家都要通勤。有人说这个产业是从互联网到所谓的 O2O， 就是 Airbnb 或 Uber。 可是当自动驾驶车真正带到我们生活上之后，还有所谓的 5G 跟 AI 的话，那我觉得
它已经不是 O2O 了，因为那个车可能 owner 不是任何人，它可能是属于政府或什么，因为它会自己开来开去，自己去接生意，我也不需要买车这样，然后也可以真正 fully utilize 这台车，甚至我在车子上我可以开会，我可以看电视这样，那人可以真正从你在通勤的时候把这个工作整个 release 出来。那我觉得未来至少在未来可见五年，我觉得所谓的万物之间万物互联，五 G 跟 AI 跟所谓的自动驾驶车，甚至六 G， 它会为我们的整个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巨变。那耐能在这里面的角色，我们做的是所谓的终端 AI， 就是可变形的这个脑袋。那它的主要的特色其实就是让你周围的所有设备赋予智能。那当就像我刚刚说了，我其实已经成功用我们的这套方案进了 server 伺服器啊、安控，然后工业制造，然后车子，然后小家电这样。那除了你可以想象，当每个设备都放了一个一样的脑袋，其实这些脑袋它是可以让它有一样的沟通的语言，所以先赋予它智能之后，就可以赋予它自己的沟通能力。那我们最近其实有整区块链到所谓的这个 AI 的平台里面，我们推了一个平台叫 Neo， 那用意就是说，除了让设备变聪明之外，我可以自己挑几个设备产生出自己的指纹这样。那以上面就是说，我们想要让这个沟通更有不一样的一致性，因为区块链有所谓的实链跟所谓的公链，那我可以让我自己拥有我自己的这些设备里面，它都可以互相沟通，然后只有我自己的实链，别人是不知道的这样。对，是很期待这些技术的变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性。先说整个趋势，我认为就是随着5G 时代、6G 时代，然后万物智联跟万物互联，还有自动驾驶车的来临，整个社会会是一个比较，我觉得它会是另一个工业革命，真的有这种感觉。对，那它会超过之前所谓的 PC 时代的所有资金人潮的这个巨流，跟超过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巨流，跟手机时代的这个汇流。对，因为它的整个改变是更大的、更颠覆性的，这样我是这么认为的。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抓住的脉动是什么呢？至少说，我在过去这四五年，我觉得比较感慨的是，就是如果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，其实我们团队，因为我在台湾出生的，所以我们团队大概70-80%的资源是放在台湾的。但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的营收80%是来自于海外，所以我深深感受到，就是我一直到日本，我的市占率20%+，才有台湾厂商愿意导入。对，然后后来中兴巴士跟鸿海才开始导入这样。那感慨是说，我觉得台湾在，就像我们错过了互联网时代。跟我们在手机时代曾经一段时间有所谓的 HTC， 但后来失去了这个时代。我觉得因为我们错过两个时代的脉动，我们对新的这个时代的掌握度是比其他国家弱的。这是我真的有在市场上深深感受到的这个落差。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整个资源的汇流，很少有一个产业是，你看哦， Apple 这种大公司，然后那个华为、小米，对，连 Google 都去做这个 AI 晶片，然后对，全部去投入。那美国最大的这些 VC 也都投入这个产业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台湾在这个变动时代，就是抓住的那个力道跟那个积极性是相较于其他国家非常非常弱的。那我会觉得这个时代的人才其实会需要更多敢闯跟敢创新的。那我自己也在美国跟台湾跟大陆有点嘛，那也都有那个员工。你会发现台湾的员工非常的好，然后做事很扎实。可是当你要让他去做突破性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害怕，他会不碰这样。那这个也反映在整个这个产业的思维，就是那台湾的公司一定要看到别的国家都已经用了，然后真的很大很大量，他才会愿意用。所以我会觉得台湾缺乏国际型人才，缺乏创新性人才，缺乏敢挑战颠覆性的这种人才，那是比较可惜。但台湾当然有台湾的优点。对，我们非常的扎实，做事非常的细腻，然后交代任务会做得很好很好。对，只是我觉得会需要更多的本质上思维的这个改变，就是可能呀，这个如果要对年轻世代的人讲一些话，我会觉得说，希望我们能比较能有开阔的心胸，跟比较有国际观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世界是怎么样这样。